我们现在呢，嗨，我们在夜钓鱼港。我们今天呢不钓鱼。对，我们今天不钓鱼，不是因为我们龟期太重，绝对不是这个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呢很想知道，就是鱼呢从捕捞上来之后，然后它中间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，到贩售在市场或者是各大网络平台？对对对对对，你刚刚有讲到市场。对。但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，对，你不一定在市场才买得到这些新鲜的鱼货，因为现在直播很发达，对，网路也很发达，对，你在网路上面点一点，随便点一点，直播上面看一看，加一加一加一，哎，他就送到你家了，随便点点啊，我要吃土了，哈哈哈哈，这个月怎么剩这些钱？就是觉得怎么每个月钱都一下就不见了？对，我们也成立了一个踹一踹，对，我们自己也有一个网站，但是这跟我们今天来这里有什么关系？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我们其实也想看看试一下卖海产有没有可能啊、我们踹踹去卖很多东西嘞，现在还要卖海产吗？因为我们钓不到，就只好买。我们买别人的来卖吗？对，因为如果我们要自己钓回来，再踹一踹上面卖、那我想大家估计是买不到什么东西。对对对对，我自己吃都不够来拿来卖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这边学习。就像上次呢，你记不记得那次我跟侯市长？我觉得我也做得很不错，表现得非常好。哦，你都乱卖啦！来来来，秀啊！这一集包冷罢工，卖了卖。我记得那一次我们拍元宇宙主题，然后在上面叫卖，你卖都赔钱卖，那个市长差点没晕倒。做价钱，然后只能想说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是傻秘书啦。你那个傻秘书已经不是傻秘书了。如果你再踹一踹卖，我跟你讲，公司生意很好。对。但是一个月公司就倒，难怪那时候在旁边的老板，我看脸色都不是很好。对，那你还记不记得其中元宇宙里面有一个红利鱼产的张老板？我记得，我记得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请教他。嗯。那张老板他也是一个直播达人。嗯。那他就是在野柳渔港。嗯。所以最新鲜的鱼货从野柳渔港这边下船之后，马上运到他的店面，对，然后急速冷冻。然后他每个礼拜三跟六固定直播，然后把这些鱼货啊，透过直播的方式卖给，再贩售出去。对对对对对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去找红利渔产的张老板。对 ，Go Go， 我们去偷学。前面红利渔产，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了，张老板。大家好。张老板你好啊，那个这么突然来拜访你是不好意思、啊。但是呢，我们想要请教你一下，因为我们真的很好奇，就是像这种鱼啊，你们这样子打捞上来之后，然后因为你们都是做直播买卖嘛，那你们打捞上来之后要怎么做保鲜啊，然后保存这些鱼货？因为鱼真的很容易放一下就坏掉或者是不新鲜，尤其现在这么热。那、你就找对人了。因为我们有好好的打听这个到底谁是专家。我们也不敢说是专家啦，但是很长的时间我们就从事这一块的生意啊。天气这么热，对啊，怎么保鲜啊？我们鱼的保鲜哦、最主要就是冷链问题啊，冷链。因为当然现在船一般它是用保鲜的船，它会打冰，冰出去，用冰保鲜回来，那属于很牢啊。对。它现在比较先进的船，它都有急速冷冻的设备了。它就是出去。一出去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，好久哦。他们船上抓下来就急速冷冻。那像你直播好像做得很不错。因为他直播这一块哦，是比较新的、比较先进的。对，那你动就直接从第一线鱼抓进来，就直接丢到消费者的手上去了。所以以后大家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购买这些新鲜的鱼货。对对对对，这是一种新的买卖方式了，新的商业行为。我的平台不是很强势的，但是一般我们的基本粉丝还是在的。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评价也是蛮高的。对啊，不然我们也不会打听到你啊。做生意是有道德责任的，尤其是海鲜这一块。真的。你们刚才在讲保鲜。对。这条鱼从海上抓上来，要到消费者的手上，要经过7至8道的关口。你一个关口，这一段过程没保鲜好。这条鱼到消费者手上，问题就跑出来了。哇！尤其是夏天。对啊，不新鲜，大家一定会反应。好了，今天刚好有龙胆。今天要卖龙胆吗？对对对，昨天晚上抓的，我现在就要给它处理。
啊，其实哈，我也可以帮忙啦，就是那可以，对，我可以帮，看有什么忙我可以帮了，因为我平时也有在运动，所以我就 OK。那就比较简单一点，把那条鱼抬过来。那条鱼吗？我以为。哦。哎，不要折腾我这个老人家好不好？这里吧，这里吧，张老板是说这里吧。啊，把它抬上去啊，把它这样。抬过去啊。哦。可以可以。哦，是不是？那有可能要掉下来，要掉下来。这算厉害的，算厉害的，可以奖励哦。到柬埔寨去旅游了。先不要，我最近对那边没什么兴趣。这很大只，比我们钓都大。这条差不多接近四十斤。哦，龙胆就是要大只才好。这条龙胆哦，在台湾是小有名气的，鱼肉非常好吃。你这个龙胆那么大只，你怎么去领啊？你是拿那个这样子撸撸撸撸撸撸撸？我们现在比较先进了。都比较先进。我们用这个机，比较强力水柱，高压水枪啊。高压水枪，我们用这个去领的比较干净。比较干净。拿稳哦！拿稳哦！哦！好疗愈哦！哇塞！现在杀鱼这么方便哎，我们还活在拿菜刀剁的技术里，人家现在已经这么科技了。虽然呢，我很想叫老板跟我玩看看，但是我看那东西好像有点厉，看得有点害怕，还是算了，我们在旁边静静的看就好。他们除了用机器切完，切得很完美以外，现在呢还有另外一道程序，就是他们还会由人工去做清洗，还有就是一些可能比较没有切除干净的内脏类，因为总是切那么多个鱼，总是会有遗漏嘛。然后洗干净之后呢，接下来呢就是进入直播，开始叫卖。老板，这斤多少？他再去跟老板好好学习好了。经过前面一连串的忙碌，现在呢，张老板终于要直播了。要记得偷学哦，把那些技巧学起来。好，刚刚张老板有跟我说，等下直播呢，我想干嘛就干嘛，跟着感觉走，跟着感觉走，跟着感觉走。好，好，我们来就一人起标。好，零元起标。我也不要闹了。好，现在就看你能够偷学多少，这样我们以后踹一踹直播才可以卖好一点。乖乖走，我们都零元起标。不行啊，尿死啊！赶快去偷学。来来来。来来，我们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网络商城的真情了，真义啦，真义哦，真心真意，真义，嗨，大家好，也是网络高手啦，今天刚好来哦，给来做张董的小帮手，对，来拜访，好，阿金妈，马进贤，
即马我先物件煮煮咧啦，无等下物件要哪卖哦，我也唔知影。吼、哦，这个有，啊是你来，你就给它丢下去就好了，会吧？会啊会。哦，算很厉害的，这个水起到你就是水的福气了。你看那个鱼下下去的那角度都是那么漂亮，哦，这样的冰剪就完成了，全世界最好秋，最好秋的套丢，就这三只，哎、欸，七到六八，哥，哎、欸，七到六八，七到六八，要打林立家，抓店家吼、哦，给我们真情真意吼、哦，哦，来那个爱心啊，来一波爱心啊，怎么样？进来，哎，来一波爱心，多来几来几。来了五盒，七盒。七盒啦，八个九。五盒600。对啦，是季节性的东西，这贵都无啊啦。这很多。哎，你也无店主看我咧卖这啦，吼，我们坦白话讲啦。像一盒60，哎，好丢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三斤，哦，这一斤几啊个？啊。这叫啥？红条，红条。红条。今天给你上了一课，这你都唔捌看过咧。你捌食过？有食过，无钓过。报告哦。我的手拙长哎。来。蚊子都钓不到不到。好哎、欸，我们直播结束了。我跟张老板学习了不少，直播真的很辛苦。哎、欸，还算厉害了。没上过直播台，算这样还是有一点抵触，就不简单不简单，多少会一点自嗨啦。那张老板，我今天跟你学习这么久了，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啥秘术可以让我们在我们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网络平台，我们叫踹一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想说中秋节快到了，所以呢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商品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，就是让我们。像你一样开直播，然后做饭送，应该 OK 的，东西应该会有的，因为你中秋节大不了就是吃吃喝喝啊，烤对啊，很多烤肉哦，嗯，啊烤肉就离不了肉了，海鲜呐，对、哦、这些水产啊，多好有了有了，你真的如果有想推出重点的套餐，还是说烤肉特惠组的话，应该这边应该有配合的空间，有配合的，找几样比较有本地特色的。中秋节烤一烤，到时候就给你们那个惊喜了。好好好，那到时候呢，想知道卖什么，记得在我们的踹一踹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到喽。那今天呢，也谢谢张老板教了我很多 okay 了 okay 了，还分享了秘辛，谢谢谢谢。还算厉害。谢谢张老板。好好好。好啦，那接下来呢，想知道我们卖什么，那我们就在直播上面见喽。我们现在呢，换我们自己直播了。对。我们上次争议去那个张董那边偷学，对，学怎么样卖海产。对，我们去请他帮我们配了一组礼盒，对，给大家中秋烤肉用的。对，那今天这个礼盒就是我们今天要直播的内容。对，没有错。那等一下我们要开箱来看一下。那我们不如现在先开。不行啊，我们要直播的时候开。然后等一下直播，我们再把它粘回去。你看，这个是下午我跟奶哥去。去野柳渔港载的，你去野柳好几趟。我为了这个粉丝的福利，让他吃到最新鲜的东西。对，野柳渔港我跑了7趟，而且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我们接单，张董那边才帮我们包装。包装，对，所以大家收到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盒啊。但是今天这一盒是我们自己要吃的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东西准备一下，我们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烤炉啊、煎盘啊，那我们就是要直播出给大家看。好。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们直播见。包里头有两只，总共有4只。一包里头有1只啊，两只、啊，它是破开的，破开的，好不好？还有这个墨鱼香肠哦，墨鱼香肠一包，怎么那么多香肠？这个什么？然后这个是飞鱼软香肠哦，可以哦，吃完会飞。还有这个柳叶鱼，有蛋吗？有蛋的，带软凤螺。哦，我最爱，我超爱凤螺，大颗，很大颗的凤螺、哦，这么大颗，超大哦。这一包800克，然后现在夏天很主席熊青耶套 Q 五盒，还有这个哦，白虾，冻白虾可以，这个 OK。这么澎湃，接下来运费怎么算？就是1890含就含运费了，含运费了。
这一些东西哪里来的？我先跟各位讲。先吃完还不痛风？痛风才中秋不就是要痛风？对，可以不要一个人吃啊。这个不是一个人吃的啊，大哥，这位帅哥，好不好？结束哦，总共卖了1000组，那我随便讲的。没有啊，其实想说我们刚关播完，就知道我们卖几组，你也太强了吧。其实我们这个直播真的是要多向一些前辈学习，毕竟我们是小菜鸡，所以能够卖一组，我们也觉得很感恩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多找时间哦，去跟张董学习一下。哦，他那个直播现场很热络，很热络。他那一天，我觉得是。这种开直播，它真的就像经营一样。但直播有直播的市场，对，直播有直播的市场。就是其实直播你要持续，嗯，然后最好是每天或者是定时。对，我觉得这就是最难的，持续是这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。对，因为很多人在前面可能就会被，比如说观看数啊，或者是会受影响，对，就会受到打击，然后就会不想开播。但是我们 OK 啦，我们就是自嗨团，慢慢来啦，慢慢来啦。毕竟前面我们才刚学习耶，你想要跟人家一样好，怎么可能？对，像张董，他都直播了5年了，而且他东西真的很新鲜，没话讲。像今天我们刚刚吃的蛮饱的，对，而且今天的东西很多，我们都没有加调味料，对，然后不用加哎，完全不用加，很新鲜，很新鲜、啊，真的很新鲜。我觉得加了有一些加了可能还太咸、嗯，这样吃就好了，这样吃就很好吃了，而且。因为我们这一次是针对中秋节，我们做一个特殊的活动，对，然后给大家能够买到，哎，张董那边港口那边最新鲜的海产，对，对不对？嗯。之后这个活动结束，大家也不用担心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介绍虚拟鱼市场2.0版本。哎，这个鱼市场，我想如果你们有在收看我频道的话，应该蛮熟悉的，因为我们之前在上集有跟侯市长一起玩这个虚拟鱼市场。然后呢，今天为什么要来特别的跟大家介绍？主要是因为啊，我们踹一踹跟新北市渔业处合作了。现在我已经捏好我的人物了，然后你用滚轮可以放大，你看我人物多可爱，还有兔耳朵。它的注册很简单，只要输入名字跟捏人物，你就可以进来这个虚拟鱼市场。然后我刚刚稍微摸索了一下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你看，它不是就只是这样这么简单哦，它还可以干嘛？它还可以骑波波啊！然后我现在，等一下，我卡枪，等一下，哎呀，太快了！哎呀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带领大家去那个我们的那个市场里头，带大家看一下海滨市集这里，然后从这边进来。那我们进来市集之后呢，你们就可以看到上一次很熟悉的红利鱼产。进来红利鱼产，对不对？你对他点了 X， 有没有？你们只要到红利鱼产下单，它就会自动帮你连接到我们踹踹的官网。那像这个江江哦，就澎湃这个1990。好，然后另外呢，这次除了红利鱼产以外，我们还有跟另外一间合作，让我旗下我的布布 Go， 就是这家。澡堂一样，点 X 进去就可以连到我们踹踹的官网。这次跟澡堂合作的是9孔包组合包，一样很澎湃。另外呢，就是它这个鱼市场啊，其实除了这样以外，对不对？这只是其中一个部分，是做的很精致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非常非常精致。那另外呢，它里头还蛮有趣的，就是再稍微带大家看一下，除了这个地方以外，还可以从这里哦。对，呜呼，蛇形，啊卡住，这里，这边呢也可以直接进去。你们看到什么万里蟹啊、贡寮包这些的，从这里就可以。Licky， 这边呢还有他们腹肌渔港的宣传影片，我们点 X 进去，哇呼，好熟悉啊，这不是我自己吗？哎呀，终于 Q 到了，好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啦。好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我频道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开启订阅、点击爱心，还有小铃铛。
别忘了订阅老谢的生活日常，台客的耍废日常。那就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